行，所以女生给了一个真实的答案嘛，我不讨厌你，我也谈不上喜欢。那你这次这个提出让他买房，并且给了这么严苛的一个期限，你觉得他能做到吗？我觉得他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嘛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欠了外债？就是这次房东涨价嘛，然后我就资金周转不开，我就想问他要点钱。然后他就说没有，他说他还欠了这么多债，30万的外债，对吧？对，30万的外债对你来说是一笔大数字还是小数字？对我来说的话，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吧。你在意这件事儿吗？我比较在意。也就是说，发生了这件事儿之后，你才要求他买房的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在此之前，你没有要求过他买房？对。而且这次买房要求的还是带期限的，这个期限的目的是什么？ 给他期限就是说给他一个压力嘛，如果说他没有压力的话，他可能还会欠更多的债，有这个压力就会成为动力。其实你是想帮他，对吧？对。女生刚才说了，她害怕你没有动力，所以她在逼你买房，你认同吗？认同。你喜欢这男生什么呀？我喜欢他一点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比较有情有义吧。 是对你还是对别人？是对我比较有情有义吧。嗯，对你做过什么？以前在湖南的时候，就是本来我是很喜欢小狗的嘛，然后我养了一只比熊，我那只比熊跑丢了，然后他就陪我一块找，那个时候他都陪我找了整整20多天都没找到，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就是只是朋友关系。 他能陪我找这么多天，他比我还关心，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对我挺好的。好，对未来怎么打算？答应他一年之内，我把自己的钱还清，买房的事情共同努力，可能要3年，不要说一年时间，以后也不要拿压力这种情况来压我。我问问你啊，等于你们现在在深圳有一个便利店，对吧？对。他对你的抱怨不仅仅是因为说。 你欠了外债，他不知道，对吧？对，他还抱怨说你们沟通的太少，你自己也觉得沟通的少，为什么不一起帮他看店呢？对于这个店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就是想把它盘出去，然后去开个超市嘛。要扩大规模是吧？对。这个你怎么看呢？盘掉可以啊，但是首先你的先把你的债还上。能保证一年之内吧，可以把这30万还清，这个可以保证。但你那个店要盘出去。 要么是多待2年，把这个超市经营起来，是不是买房或者把店盘了，立马把我们积蓄搭进去，买个首付，后面的分期付我来付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那盘店能盘多少钱啊？20-30万吧。我们现在手上还有积蓄嘛，2个人都。 只要他同意，就可以。还有积蓄啊？对对对，还有积蓄，人家问你要几万块钱，那租金你为什么不给啊？那生意场上没有钱周转，这个生意会死掉的，这个客户。那你就直接说嘛，那你干嘛骗人家说你没钱呢？我也想他盘掉了，然后我们相处时间也会多一点。那如果他把店盘了，你们俩把手里的钱都拿出来，按你的说法是用作生意周转的去。 交一套房子的首付，那你们下面做什么呢？就我还是拿我的车去挣钱，那就不开超市了。好，这个您同意吗？我不愿意，因为这个店盘掉再去付首付，又要一贷一笔款，那你每个月又要还月供，你首先你欠的那30万的债，本身就有月供，那你再加上这个月供，那还得起吗？ 没关系啊，我努力啊，我愿意啊。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做到，那么多债压在你身上，压在我身上，压得都喘不过气来。